珠海网红盘10000+可以买到学区房，仲连埋装修，你信唔信啊？75到90坡，2房到3房，11栋，全栋都系我嘅，想要搵我啊？咁靓嘅大发展商装修，100万都唔使，个厅仲要咁大，打篮球都得。2间省1级嘅学校，由屋企到学校2隻手嘅距离，喺屋企过嚟1公里左右，就已经2个大商场、超市，摆咩都方便啦。喺呢个鹤岗高速嘅桥墩底下咧，以我哋国家基建狂人个速度咧，喺下年咧就将会开通啦。到时咧只要25分钟咧就可以直达嘅拱北口岸。喺拱北口岸1间楼嘅价钱，呢度可以买4间。项目喺金湾嘅高栏港，国家级嘅经济区，呢度世界500强有30几间喺呢度，嘉力嘅总部都喺呢度兴建紧，所以咧呢度咧人口大概有50万，租啊同埋售咧个需求量非常之大。我是沈博士，踩车带大家睇匀大湾区笋盘。